就是林佳媛嘛，就他，就这男的，小资的同学。变强，就是。然后不一样。我是吧？我丑啊！对呀。我们拍一辈子都没有人，再也没人碰到过啊！我们这么丑啊！啊，我不吃麻花了。哎，访问你的就是小资同学林佳媛。哦，对，他妈妈跟我同事。真的是忙翻了，以上是目前在基隆，因为已经是我们从来没碰到我，上电视啊。